69号卢俊祥，0号陈玉瑞。转换快攻的机会，反左边底角 corner， 卢俊祥来一颗，哇，这是左边底最近的，嗯，是最准的地方，所以两边制造机会都。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空档去做一些攻击篮筐的动作，出手以及跑位的空间，所以下半场第二节的时候，在阿明手出来接球，最后要到了犯规，开始台子的情况下，俊祥的切入也是蛮果决的，哇，脸上被打了一下，还弄了一个新造型来迎接新赛季的第一战场，看我帅就好。对，这个他今年非常的帅啊，对，按得很准啊，哇，这个脚步厉害啊，超近是2分，哇，这个突然又没有人了，赛季做足准备啊，他在休赛季之后啊，其实是去打了国家队，之后呢，他也算是为了新赛季瘦身，防守的一个状况啊，其实在内线当中，他其实高度也没有到非常的高，哇，俊祥终于来了，第二节是看戴维斯跟卢俊祥，有看到握许本吗？卢俊祥自己带球，左手上篮得分。握许本过底线，卢俊祥要挑战篮筐，摆进2分。哇，这个区上面以前的拿手绝活没有出来哦。切到底，卢俊祥摆进2分。Davis 坐镇哦。看这一段的球鞋无双。篮底下握许本把球给塞回去，哇，又是一个快攻的机会，掌握下来，哇，新北国王用犯规，哦，再给，又是一个成功的快攻，是卢俊祥的超截，篮底下握许本第一时间摆进2分，这个，两分球的一个快攻得分，转换攻击，以及他的突破的一个得分哦。我今天没有比较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个镜头，哇，俊祥现在醒过来还有机会啊，过许本的出手。